皇上，你这个月的大补恩不想要了吗？义父，对不起了，请恕干女儿要大义灭亲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哥哥和你都服下了老夫的大补恩。我告诉你，一旦毒发，你们会死得苦不堪言。老伴，咱们来做个交易吧，你放了皇上，我也求皇上放了你，怎么样？老夫真是看走了眼了。 老夫原本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，没想到你这般幼稚。站住，鳌拜！你已经中了我的七步之道。如果你现在强行运功的话，你在七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。<笑>鬼丫头，你以为老夫会上你的当吗？就算老夫中了七步刀，也会在七步之内一样先毙了你们的命，让你们为老夫陪葬的。 金蚕背心也给了皇上，看来你对皇上是动了真心了。只可惜，就算是皇上穿了金蚕背心，老夫也一样要他的命。鳌拜，你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别人中了我的七步刀，只能走七步，没有想到。 你追了我们这么多步才挡，厉害！朱哥哥，简清，快，快杀了这个小皇帝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就是大功一件。老夫就会把你们兄妹二人的大补丸的解药给你们，还会升你为太医院的院判。 快，杀了他！朱哥哥，好，你可别糊涂啊！中堂大人，你忘了。 我是易欢的哥哥，当然要帮自己的妹妹。你们这大补丸的解药都不想要了吗？中堂大人，你又忘了，我是大夫，大补丸的解药我会解出来的。
老大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居然受伤了。哎，你疯了？你撕龙袍是杀头之罪，死死我的。好。哎，等等，皇上，奴才这有手绢儿。好些了吗？嗯。